香港生活節奏非常之緊張，所以很多香港人咧中意選擇移民嚟到多倫多，享受一下咧淳朴同埋簡單嘅生活。我有一個咧喺無線一開台就認識嘅朋友，佢十幾年前就移民嚟到呢度嘅啦。我認識佢嗰陣時咧，佢就唔係藝人，或者大家咧對佢比較陌生。但是他對 TVB 很多人就有很深厚的感情，他可以說得上是跟 TVB 一起成長的。人在不同的階段會飾演不同的角色，年輕的陳全由客貨車司機的小角色做起，憑著勤奮拼搏角色變為老闆，為 TVB 提供外景車服務。就是因為這樣，在電視圈與同事建立出深厚的感情，陳全更加不計較飾演小配角，因而跳到幕前展開客串演出的生涯。在十多年前，陳全擔當父親的角色，為仔女移民加拿大，現在過著合適而積極的退休生活。陳全咧雖然退咗休，但佢每日咧將自己時間排得好密嘅，好似做早操啦、游水啦，翻屋企咧就上網啦，學習新嘅資訊啊，實行咧做一個緊貼時代步伐嘅人。冇見你啊！哇，紅光滿面，好精神啊！你都係啊！我呢幾日感冒啊，嗱，坐低先傾啊！哇，一啲都冇變到啊！你真犀利，閂埋門啊！驚有壞人入嚟啊！冇啊，呢度。哇，好靚喎，樓頂好高喎，上樓上。你嘅禁地嚟嘅噃。冇啊，冇禁地啊。上面好光猛喎，攬攬搞搞啊！阿陳全啊，咦，我發覺你間屋咧有啲特色喎，一味多青蛙同埋雞，點解啊？因為我中意雞嘛，中意咋？我屬雞啊！哦，講清楚啲，青蛙咧？青蛙咧，我太太中意。哦，全嫂中意青蛙，所以變咗咪見到得意就買，得意就買咯。其實咧，你嗰陣時你做你自己傳統嘅生意咧。即係做到好成功啊！咁點解你肯制，即係出鏡啊，做個少少角色咧？我亦都冇所謂喎，我覺得咧又話我同 TVB 都有好深厚感情，咁認為佢哋有咁嘅需要啊，咁我做得嚟咯 ，OK 啦。嗯嗯，係咁噶，角色無論大小啊，嗯嗯，最緊要適合你啊。係啦，我係想問你啦，你點解會做幕前嘅咧？你不嬲做幕後噶？因為嗰陣時咧，點解會做幕前咧？嗯，有時咧就揸個人，或者需要一個咁嘅人。嗯嗯，好似例如做香港八二至八六嗰個期間啦。嗯嗯，因為嗰個人係做行選嘅，唔可以成日見嘅。行選成日要幾個月頭都唔見啊嘛。咁如果真係演員，佢點生活咧？佢生存唔到喎。又唔準佢做第二樣嘢。係。咁我。而家問過嚟，我問啱啱好，又走嚟走去幾個月，又幾個月，咁耐唔中見下咯。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有冇收到啊？睇下睇下，唔係啊，又係咁啫。喂，陳叔，花費好多喎。嗯。非洲貨，人哋送嘅。哇，唔錯啊。幾靚喎？幾靚？色幾好。喂，阿昌。爸唔喺處，你有冇孝順媽先？啊，有啦。有激我啊嘛哦，最好就 Maggie， 禮物你冇份。啊，點解？佢嗰份送埋俾你。阿 Maggie 好乖嘅，好嘢。冇理由喎。喂，我有冇啊，叔叔？人人有份，永不老。好嘢，好嘢。邊個導演話揾你做呢個角色呢？我梗係珍姐啦。哦，真係真啊，佢最有計嘅啦嚇。佢又有計，又有兩樣嘢。我睇嚟睇去咧，成日都唔見咗嗰個純叔啦。嗯。個純叔去咗邊咧？個啲兒童咧話：喂，
係咪需要揾個呢啲咁嘅嘢啊？咁啊，佢亦都喂，我正想揾你，點解你知道我諗乜嘢啊？我唔係，我已經覺得有個空間喺度啊。咁所以一説即合啦。咁你中唔中意純叔呢個角色咧？我中意㗎。因為比較生活化啲嘛。鬧老婆係人都識啦。其實咧，香港八一嗰啲系列嘅劇集咧。就是處境喜劇嚟嘅，專係反映現實嘅生活化咯。咁你純粹呢個角色反映啲乜嘢咧？冇啊，反映當時嗰個社會咧，即係好似個太太嘅無知。你明唔明啊？係咁樣啊，嗰陣時即係好似。即係代表你有知。又唔係，代表我都係喺嗰個羣中一個人。係一個街坊嚟噶，所以好多我咁嘅年紀，個個都鬧老婆噶。所以佢有一同老婆講嘢咧，一輪到我講嘢，佢有人望住老婆，即係講緊你啊！睇下你啊，啲咁多嘢嗌中街，成村人等你食飯啦，邊有咁多賊啊？我諗佢梗係自己跌咗噶，誒買幾百蚊嘢攞出嚟曬中街，抵你俾人偷啦！好啦噃，我而家唔見到嘢，你好心涼啊？嚇，半句安慰都冇啊，喺度靠矮靠低。所以男人就冇本心嘅，我戥佢老婆唔抵啊！为佢挨生挨死，个老公喺嗰边揾个人，你衰唔衰啊？做咩咁大惊小怪咧？仲我哋呢行啊，娶个老婆喺外边大有人在，你估你老公咩？一团心啊真系！喂，咩啊？做咩啊？你做咩咁打我啊？梗系打你啦，系连炸底都睇下，你做咩嚟噶？你自己讲啊！啊，我以为咩喎？呢個就我喺埃塞俄比亞收養嘅養女嚟噶嘛？養女？咪以為咩啊？其實咧，阿陳全做戲都好嘢噶，好真實噶，真係噶 ，very good 啊！做我自己啊！即係我哋做演員都係唔驚你戲多或者戲少，最緊要要有戲。唔使到咁耐啦？唔係，一陣咋？一個人嚟嘅咩？係啊，佢就係阿方老豆啦。李生，隨便坐啊！坐，起啊，起！嚟嚟，過嚟坐低先傾啊！嚟啊！嚟，佢係陳先生。李小姐。陳生。你落車。落車。如果你唔受我啲魚咧，即係睇唔起我船啫。我幫袁老闆揾個編劇石先生啦。哦，幸會幸會，袁老闆坐，坐坐，隨便坐。阿袁老闆啦，其實我咧就真係全無經驗嘅。哦，佢有雙手識寫字，咁咪即係可以寫劇本咯。阿天公，你點啊？我唔起眼啊，不過你俾到我冇辦法唔去啦。嗰個咪錶行咗70几蚊啫噃。算我對你唔住啦，放我馬。两公做够晒数，生女也好，生仔也好，两个已经够晒数，无谓追，无谓追，追不到也未必好，追唔到咧生坏肚，两公做够晒数，两个已经够晒数，两个就够晒数。肯定你哋啲回憶咧，噗一聲就飛翻嚟噶啦！呢個咧就係陳全啦，我老友記嚟嘅。阿全叔啊，你唔好咁嗌叫全叔，叫陳全得啦。係鏡頭前邊啊，我哋要互相尊敬啊。咁我記得你有個花名嘅，叫乜嘢啊？自己講。飛機陳啊，即係揸車快過揸飛機。都唔係，根本咧點可以同飛機比啊？不過咧就快過佢哋。咦，對香港嘅地理環境好熟悉喎！嗰陣時，我記得我哋出親外景咧，即係唔知道要去邊度攞景嗰陣時咧，你就會提議嘅噃，係咪啊？點解樣樣都知咧？因為我一早我又好好動嘅，成日揸車周圍去嘅，變咗知道嘅地方咧就多。咁你幫過 TVB 邊啲節目嚟到提供嗰啲外景嘅場地咧？我初時已經係冇個 location research 嗰個部門㗎。哦。咁咧就幾犀利啊 ！location researcher， 例如香港風情畫啊。
嗰陣時好多地方都係我去幫我揾嘅，嗯，啊清宮院啊，嗯，啊嗰陣時又都我幫手同佢聯絡地方㗎，係你揾到邊度啊？清宮院、圓圓學院啊，哇、啊、好嘢喎、啊！青松觀嗰啲個四周圍都個有㗎嗰陣時就。嗯你真係好勤力㗎，我覺得你做嘢非常之搏命啊！咁後屘咧，你又去咗劇務組喎，係心裏咧就 TVB 有轉變啦，就有部分人咧就過咗咧隔離台，係過隔離台嘅時候咧，嗰陣時咧就誒都諗住可能驚我都跟埋一齊過去啦，咁於是乎喂，不如咁啦，你喺 TVB 做翻職員啦，咁誒你咁我。攞份份工，人工又做翻自己嘅嘢，咁覺得過意唔去，就同佢 set up 咗個劇務組出嚟。哇！犀利啦，即係咁咯，又 petty cash 啊，又 update 啊，真係犀利嚟啊！嚟咗加拿大學到好多英文咧，都唔係喎，學唔到喎。點解啊？因為呢度全部都講中文掂曬，唔需要英文㗎，係識幾句又可以 OK 㗎啦。後屘咧，你去咗新聞部做嘢喎，我覺得咧新聞部不嬲咧喺 TVB 嚟講係一個好獨立嘅部門嚟嘅。咁你喺新聞部做啲乜嘢咧？我就唔係去新聞部做喎，嚇，因為新聞部嗰陣時咧一打風咧，咁喺我嚟講咧，我就十號風球我都會去噶，嗯，所以咧又同佢哋嗰啲水浸啊咩，我都同佢哋去噶，嗯，所以變咗咧嗰陣時咧就啊幫過佢哋一陣。嗯，就唔係新聞部。哦，你即係幫新聞部工作，去拍嘢，幫新聞部做即係幫手嗰陣時，有啲咩事情發生嚟你好難忘嘅咧？因為落大雨水浸，嗯，有啲攝影記者咧就唔肯落，嗯，我做咩唔落啊？我架車行騎樓底都行得，你做咩唔落啊？嗯你唔落咪影唔到相翻嚟啦。實情我就乜都唔識啊！又奇怪嗰啲人對我，我根本唔關我事喎。我又冇權咁樣要去做喎。咁佢又無端端又落去做，做咗翻嚟。咁我大家咪好咯。即係嗰陣時咧就好奇怪一樣嘢咧，就話 TVB 咧就個個都好好嘅，真真正正大家庭，唔係虛有其表嘅。後屘你就專心打理你傳通啦。係啊，咁冇犧牲過生意啊。哦，即係咁啦。原來係咁。啊，嗰陣時心裏咧就發展到咧又由街市啦，幾個台全部都做曬咁滯。都用曬你嘅車㗎喎。一個時期係用曬。哇！一個朝早我睇你咧，嗰啲 traffic 調動咧都係好傷腦筋㗎嚇。係啊，嗰陣時都好多人成日喺度講笑。叫陳全道同我改咗個名字，話你霸曬成個圈，你啲車都圍曬，朝頭早我行唔到啊！廣播道交通業巨子啊嘛，你呢個花名就咁嚟㗎。唔係嗰陣時嗰啲人咧，就實對人哋係一個好大嘅阻礙嘅，真係。太多車啦。大概170多部車啦。咁啊，司機都百幾個㗎啦喎。誒，連埋寫字樓都差唔多接近200多人啦。咁你又講嚟聽下啦。你事業做得咁好，點解你又會退休嚟呢度咧？後生嘅時候咧，就冇乜時間照顧啲仔女，咁變咗喺香港讀書嘅成績唔係咁好啊，恐防佢哋冇辦法入到呢個好嘅大學，好嘅大學啊！咁於是乎咧，就移民過嚟咧，就唔識中文都識英文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俾個機會佢哋入嚟呢度讀書咁樣嘅，咁啊過嚟呢邊 OK 啊？咁啊變，所以你就逐啲撤退啦，係。咁啊，足之就過咗嚟啦。陳全啊，你嚟咗呢度咧，咁啊，主要有啲咩細藝啊？咪做下園藝啊。我又中意剪草、剪樹。嗯。種下花。
天時冷咧就可以鏟下雪。嗯，我係覺得係一種享受嚟噶。咁你平時咧就唔使出去睇楓葉啦噃？唔使噶，喺屋企睇得行嚟行去。哇，西非嚟啦！咁有冇做運動啊？做嘢就已經係運動噶啦。咁我知道喎，你好 update 你自己噶喎，你仲識玩電腦添係嘛？咁我咧天天都上網，一晚一日都上六七個鐘頭啊。嗯。所以香港嘅所謂新聞咧，嗯。我係唔能知道曬㗎。喂，一日對住個電腦六七個鐘，你因住眼攰啊？唔會喎，因為我可以聽聲又可以睇嘢兩樣嘛。哇！你仲識睇嘢聽聲？係啊，我唔識喎。唔係，我成屋都喇叭㗎，睡房啊，書房啊，犀利喎！成個007咁喎。咁有冇上網講電話啊？有有有，而家可以好簡單嘅。點樣咧？幾蚊一個月？而家冇界噶，以前香港打去沙田都要新界啦，系啊，而家冇啊，呢度冇噶啦，打翻去。咁你嚟咗呢度有冇成日掛住香港啊？有冇成日翻去啊？我都每年都係翻一次至兩次之間度啦。咁翻去有冇睇下啲老友記啊？我一定要走 TVB 打個白鴿傳噶，慣咗咯，起碼兩日啊。哦，要去兩日添啊！係啊，係啊，尤其是而家搬到個電視城咁大，一日行唔曬。見下呢個，見下嗰個，唔知幾開心。嗯，所以我話你咧，幾時都咁 update 啊，犀利啊！咪飲杯，飲杯，飲杯，嚟。一般的生活係生活水準係好，唔係高啊！可以我哋朝頭早咁做運動去飲茶，一個人都係為三個零四蚊到啫嘛。呢度嘅生活咧，同香港係冇分別嘅。平實簡單，健康積極，能夠享受適合自己嘅退休方式，都可以講得上係活出退休人士嘅生活價值。所以 highway 行一百，喺屯門公路嗰陣時都行70米啦，唔係話揸車慢車就安全噶。而家呢度嗰啲士搭沙有規有矩噶，先停先行。所以咧呢度咧就揸車係非常之舒服噶，天氣又好噶。如果係落雪咧就小心啲。單單同香港一樣噶，泊車好貴噶。香港咧。快啲做完呢度又要做第二度啊！又趕嚟趕去嘅生活緊張，呢度完全冇緊張噶。去到香港好多朋友俾架車我揸，我都話唔好搞我。呢度嘅活動啊相當多噶，無論社團又好、私人好、教會好，樣都有運動啊、跳舞啦、游水啦。腰咧有5個泳池咁多噶，所以咧就老中青咧就分開時間噶。同時咧，而家我哋咁嘅年紀咧又有優惠噶，係5折啫，即係為2蚊啦。一個禮拜嚟5日個，個好處喺邊嘅？話政府咧就想你居民多啲活動啦，多啲活動啊咪有健康，有健康佢醫療都減省咗噶。所以呢度係非常之開心噶，係睇你自己去選擇啫嘛。人哋問我喺邊度畢業，我喺加拿大畢業噶。加拿大邊度邊間學校啊 ？BYU， 我每年都畢幾次業噶。BYU 啊，同你一齊去做亞洲影展啊，甚至乎歡樂今宵啊，啊而家都一路出現喺我腦海裏邊嘅。即係嗰陣時嗰啲人嘅面孔，幾開心啊！真係好難得喺呢啲再見翻你。人喺一生之中
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一般人只是会选自己喜欢演什么角色，结果很多人都喜欢做主角，但是就未必做得好。有些人就会选一些适合自己的角色，可能只是小配角，但是反而可以做出一场好戏。我走了噃，慢慢慢慢慢慢慢得，唔该。嗱，大家保重啦嚇。多謝你今天浪費了你那麼多時間。其實一個人想成功不難的，陳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，你們學他，努力、勤力、搏命，抵得想，有任何機會都不要放過，那就可以行行出狀元了。